时候坐的位置刚好是电视在我前面，你自己然后是我自己看到，对，然后是我自己拍打越来越差。才不是，就打一打，然后他就说下去下去，然后想说哎不对，他这样猫，哎呦，下家了下家，真的很下流哎，他家的下家的猫在我旁边，我想说猫在我旁边，他叫谁下去？嗯，对，然后我就站起来，哎，怪怪的，就坐下了。哇塞，对呀，没有，这是什么？你们不是男人吗？男人，被逼出来不是吗？就算是男人也不会在打牌的时候放什么爱情动作片的，少拿不是男人这种话来为自己辩解。既然一开始对瑞是用搭讪的方式，你有想要追过他吗？有啦，一开始因为那时候还是小鬼头，觉得哇好可爱的姐姐哦、喔、嗯，对啊，所以人家叫你谢不挑嘛。哦，谢不挑，对，我也有看到哎，谢不挑，谢不挑，你这个意思是说他长得很丑而已？没有啊，很可爱啊，那时候，对啊，现在还是很可爱。嗯，相信我，在夜店都不是这么说。那他在夜店怎么说？他曾经有一次很瞎，就是看到一个，因为他是两个人放开来讲，没关系，不要管他。全部讲出来，没关系，全部讲出来。我刚刚会修，会修。我听你，我听你，因为他喜欢的女生是那种欧美派，就是比较壮的，对不对？那种壮的，欧美身材，身材是欧美派是哪一种？身材很高挑，然后很丰满那类型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看到说，哎，那个够了啦。嗯，有他会叫你，让他好好讲话嘛。对啊，你走开。对，他说有腰有腰，我想说嗯，对，有腰有腰，看屁股，说哦，好好好。然后他说我不去，我去，我说好，去，就转过来正面那女的。Oh no！ 怎么？就是浓妆到不行，可是整个因为可能是跳舞会流汗，然后就糊妆花了，他就自己会说没有屁股，没有腰，没有腰。所以你这个牙膏，他看到女生都是从腰，然后臀，然后胸开始 check， 最后再 check 到脸上。女生对 ，OK， 身材较好欧美型的女生。哇，没有，那是去年了。所以今年有改变吗？没有，记得好久。这是流行，那之前对。那今年的口味？今年以工作为主，对。喜欢的类型还可以每年这样换的，我想你今年不是工作为主，我看就不要说那么白啦，不用看的吧。最近要带来什么表演吗？今天哦，他应该蛮会跳舞的吧？真的假的？对，会跳舞。来 solo。那现场来一段即兴，假装在夜店哈，假装你们两个在夜店啦。Yeah。有哎。牙膏在夜店跳这种舞，我感觉最后是一把刀。哇！还有搭配，真的两人默契非常好，即兴来一段就有这样子的效果。他也是我的舞蹈老师之一啊。真的吗？他刚去夜店的时候都跳这种。有时间了。这种东西就是不在 tempo 上，就跟威廉一样都不在 tempo 上面的。其实，在夜店也可以训练那个节奏啊，节奏感，因为常听那样子的音乐，要被音乐环绕的。其实，真的夜店也不是坏东西啊，对，大家不要想太多。去夜店只想把妹的人，还叫人家不要想太多。观众朋友，有人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吗？一切都是你的幻想。阿本的身高好友，连罗主任都尊敬他。那一位呢，就是阿本的好朋友了。耶，先欢迎阿本。阿本也是朋友超多的，阿本朋友应该很多呀，朋友都是正。而且你朋友，我记得我路过他朋友都很正。有一个喜欢 Andy 哥的，对，对不对？他后来回去还一直跟我要 Andy 哥 MSN。好啦，阿本的朋友有多多称头多，而且我今天要介绍不是正妹挂的，是老板挂的。哎呦，因为正妹已经不稀奇了，真的。每次带来都是正妹，就带出来就是觉得大老板的感觉。哎，这个年纪如果可以认识那种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地位的企业家老板，都会觉得很棒啊。对啊，不小了。你不跟我同年吗？又玩这个。反正最老的是 Terry， 他每次讲一讲都是讲。这位朋友是，我是没有来，是 Amo。很 care， 大众 care。等一下 ，Amo 玩下来才是你，你玩下来是敖犬，敖犬玩下来是小马，小马下来是好啦。
我说 Terry， 你的年龄从你呱呱落地的时候哎就开始算起了，这样排顺序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。总之就是当我们还在当艺人然后想要红的时候，他已经开了一间公司然后签了两个艺人。哇，自己当老板当经纪人、啊、对，然后他就是在闲暇自己就想钱好像太多，然后就想要来演个戏，好，所以我就跟他演到一部戏这样子。哦，很厉害，所以他是老板又是演员。对，而且他是年轻人吗？年轻人。他看起来很年轻，因为他跟我一起演高中生。那应该算是蛮年轻的，年轻有为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而且他自己的身份也是一个知名演员，让我们欢迎地球。耶、好台哦，都夸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请问一下是跟谁收款的？这个是什么？送出伴手礼，没有，这是伴手礼。对对对，伴手礼。所以买便当买一送一个嘛，那你看我叫了几个便当才有二十个。哇，这好深厚，这没有好深厚哦。他带礼物哎，这只是前菜而已。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到目前为止最撑头的一个朋友，因为他完全知道礼数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拜访人家，他在片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是天气很热，然后喝到饮料啊、冰棒都是他请客的。真的啊？怎么认识？怎么认识阿本的？其实就是最近在那个自由广场，我们怎么样？没有啦，是我们一起拍那个食。哎，不好笑，不好意思啊，抱歉。我们再一次。哎，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拍十八禁不禁的时候，这是老板。哎，好不好？这样。好。我们拍十八禁不禁的拍十八禁不禁认识，对对对，是我的第一部戏，也是他的第一部戏嘛。对对对，所以现在本身是有一间公司，对对对，旗下有两位艺人，目前旗下签了两个新人，一个在拍广告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拍有台的这个偶像剧。哦，一男一女，那他们都是新人，我讲的可能大家不认识了。对对对，讲一下。可是他超超的，就是我想我们一起去上娱乐百分百啊，然后就小猪看到他，哎，地球地球地球，小猪那个罗志祥，然后还有像我们 B 兔哥也认识他这样，哇，是有头有脸的人。小弟我这个之前在演艺圈打混了一段时间呐，之前是做幕后的，做节目跟演唱会制作。哇，是的，而且幕后的资历也不长了，大概11年左右。地球哥你好，地球哥现在可以问你几岁了吗？这么敏感的话题，对啊，因为你刚他刚才说你刚才一起拍高中生，那应该年纪应该还好，其实差不多，我们两个是差不多的，真的吗？有吗？哪有？你都有小孩了，你有小孩了，我是帮他领养的。地球哥你也行行好，阿本的粉丝要是当真，可是故意骗的，搞不好明天还会上水果日报的英语头版。所以地球哥现在究竟几岁？我现在是12月嘛，还没30，所以是29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29岁，你跟人家演高中生，你害不害羞啊？你小张都可是真的，他真的看起来很年轻的样子，对啊，他会装可爱。你怎么这样讲人家？娃娃脸的感觉，所以也算是还蛮成功的一个年轻的算创业嘛，对不对？就在这行业有一段时间，然后现在走目前，然后创业。那在跟阿本一起拍戏的时候，我们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？糗事啊！你一开始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应该讲拍戏之后好了。那时候我都一个人住外面嘛，就是大家可能住附近的饭店，但是我习惯一个人。他超撑的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全部住那个破旅馆，他就总统套房，对，一个人去住饭店，对，自己贴钱，厉害，真的，所以贴到现在来接通告的，我很不好赚，单纯是为了兴趣，对对对，兴趣。